月满心游图册是清朝画家陈枚的经典代表作，共十二开，描绘了清朝的女子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。其中的第八开《琼台赏月图》画的就是中秋赏月。旁有清代梁师正的《行草体墨题》：飞微玉露洒秋凉，金粟攒枝点点黄，不用龙涎粉宝鸭，清芳暗席一罗裳，琼台高出万花丛，绣符开箱散碧空，玉宇无云缠枯朗，团圆好景此消同，书画合璧相得一张。琼台赏月图刻画了秋高气爽、桂子飘香的中秋夜，空中明月如盘，园中高台耸立，有杂树环绕其间，远处氤氲的雾气中，琼楼隐现，顽石兀立，女子或立或坐，凭栏赏月，大致分为两组，一组居于高处，回眸倾诉，指点秋光寒意处，似乎已忘却了微冷的石栏透过冰沙的寒意；一组居于亭下，环抱廊柱，沉醉在遥空月色正苍苍。画家以工细流畅的线条和亮丽鲜活的色彩，将清朝的女子描绘得身材修长，突出了倚风娇无力的体貌特征。